头弹，氢弹按预定弹道缓慢下降，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。九、八、拐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两、幺，起爆！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，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。火球的左侧亮点是太阳。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，美国用了7年0.3个月，苏联用了4年，英国用了4年0.7个月。我国只用了2年多时间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。